来，这里怎么做？这里啊，如果说你不熟练的话，一样把它改成什么？指数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再分母怎么写？所以 FS 先把它化成指数，它等于4倍 AK 加一起是负一四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先把这个次数给围下来，好不好？先改成指数，再微分，把次数围下来变几次？负四四。 a 加一变几次？五十。把次数围下来的时候 ，a 加一调出来微分是几？一，是出来了。之后麻烦你哦，屏幕说围下去 s 用几代？一代负四乘上。一加一，二，二几次？负二四，不要乱来啊，好不好？这个负号是负号是不一样负号哦，好不好？保持前面负四不动。来，我们看这边。 二平方是几？四，负号四分之一，负三四分之一，约掉所以它是几？负一。